好了 ，LBMW 哈 ，F30 哈，这是三米六的。啊，这只就是咱今仔新接的，就是尾段哈。尾段是做这双阀门，双边双出的卡缝样式哈。啊，这阀门就是带这一边，这一边安尼哈，由中间进来。啊，这起臂就是有双回路安尼。啊，咱这即马排气管已经修好啊，吼，啊，就是咱几乎的真空管路，啊，伊这是属于自带真空的，哦，一个真空管控制两个阀门来做起闭的，啊，这伊原底吼，这个尾段跟中间是休息的，咱伫这个部分吼来做这接头，吼，这方便后摆若想要拆装创创啥的螺丝套套就当换起来咯，好，安尼即马咱要将尾段那个装起来咯。